去呀、啊，好准备，你去下呀，全军出击，去下单飞。无限接近死亡，快点，听话。啊，因为我们带的是，这个无双铭文，所以你等后期就好，好吧，不着急。直接打暴君吧，集合进攻暴君，他肯定不会出来了，考虑一下暴君，我们打起来。 OK， 这边遭遇了，先一技能回波血，二技能打一套小拉走位，免他扔我，再 A 一下，这个人肯定要死了。 OK， 他死了，上路继续带线。开大招 A 一下，一技能减个速，闪现跟直接二技能，我这个技能好，真的慢，可以，想法很美好，但二技能欠缺 CD， 我有点小烦。好，现在回家等无尽，等那个暴击全套吧，这不暴击太难了。CD 太长了，是的。一个人可以被毁灭。如果你是带着异变的话，你就可以做这个暗影战斧。但我们带的是无双，你就一定要先做无尽战刃，不然你这个伤害太低了。你带那个异变狩猎将鹰眼，没有无双的朋友带异变狩猎将鹰眼可以做，可以先做暗影战斧打穿透，靠技能伤害。但如果是带着这个无双的话，就是靠普通攻击，就只能等后期，是吧？一刀秒他，这男人的浪漫。等一下看我怎么秒他，他不跟我嬉戏了吗？我也不敢站在这里清兵，他把我扔回塔下，我很难受。等无尽不着急。霍元呢？霍元也可以，霍元就是中期，好吧。
我也有一段时间带过货源。你看你自己习惯，你要追求一刀秒，肯定带无双。你不想一刀秒的话，你就带这个货源。可能性，生存的真谛。你干嘛？开心吗？他举个盾在这里调皮。哎，我要秒人，我他们怎么不玩了？这是不玩的意思了吗？哎，我刷了这么久，好，死！我感觉这个对面的黄忠是不玩了。有问题啊，不管形势的命运，岁月与剑士的意志，真的不玩了。哎，快点黄忠出来，让我这个开大招把你秒一波。那我现在是白发育了，哎呦，真的是急。他把他蹲到了，这一波秒了，哎呦，他们好像真的不玩了。什么黄忠满凶盾？真的是个妖怪吗？打我，把我跑了，又不打了。现在暴击根本就不高，等一下就是一刀爆个四五千直接秒掉，可以。这要死了吧，还顶盾顶一技能回血。哎呀，技能
技能，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。哇，天，你怎么这么肉啊？啊，技能一，技能减他速，拉走位，我去，我给一刀，等破军了。哎呀，完蛋！是不是破军没有？有破军的话，就是一刀就直接他爆炸，这个很尴尬，全不够。现在跟我说的一样，是不是有点难受？一样，但讲道理。砍一波爆个七八千，一刀把别人秒了，应该问题不大呀。好吧，我们开训练营试一下这种一刀流。你十五级，带一套装备，这个，再加个这个。差不多了吧，四件套秒个人不夸张吧。是吧，猴子也肯定不会出防御装的。开个大二技能，再见，对不起。好，开个大二技能，好，开大二技能，再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刀秒？这有办法吗？二技能过去一刀开大，二技能闪现一刀，打多少血？六七千。OK。所以说凯真的就是二技能过去一刀，这些脆皮都抓不住的。如果你这个四件套做出来后。就是这么暴力。我是最强王者，参见，我不轻易叫上线，我是